Hello, good morning. 从上次脚坏了之后到现在一直没有跑过步，大概已经将近两个月了。现在脚已经完全恢复了，游泳也学会了，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跑一次。Hello。很长时间没见你了。还没走啊？没有啊。有空到我那边去钓啊。好嘞，拜拜。已经到了，哥，我们开始吧。Oh my god！ 跑慢点跑啊！哇，这个速度追上了。配速就行啊，哇塞，这哪是一个老太太，OK， 非常棒。OK， 不好意思，掌握节奏。OK。太棒了！哎呀，好断气儿！这就是天堂跑步，埋死了都！太棒了！哇塞，简直了，配速太高了。OK， 现在他在做放松，啊，太牛了！啊，你这个动作是什么动作啊？哎，你跳你的，其实说嘛。跳跃深蹲。跳跃深蹲啊？这是你自己研发的吗？不是，这就是专项训练。哦，你就是用这样的训练的吗？要OK， 天哪！啊，太棒了！他参加了46届全程国际马拉松，然后30届半程马拉松。对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他今年是60周岁。啊，我这一个早上快让他练废了。OK， 太棒了。啊，最后一个动作。结束了！哇哦，下下下下，好！哇哦，天哪，太赞了，太赞了！
说话。简直就是一件艺术品。哇看到了哇抹虾汤。今天呢晨跑结束，北半球一个贩卖浪漫的男人，我们再见了，拜拜。Okay.